湾其实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异乡人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像是汉人，他其实很多也，我认为他其实很多是在中国待不下去的人，所以认为想来台湾找机会，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为了不管是贸易的理由，或者是各种理由，来台湾进行所谓的殖民统治。通常台湾人我们从小念到历史都会说，都会把郑成功把国姓也视为是民族英雄，认为说他赶走了荷兰人，那收复了台湾，通常会用这个角度来观看。当然，对荷兰人来讲，他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一个是什么侵略者。在他们的荷兰人来看，其实郑成功是算是一个不只是侵略者，而且是手段凶残暴的侵略者。那所以，我现在画的这篇大概就是要从一个与在台湾大部分的人所认知的一个反面的另外国家的人，他们如何去看待当时郑成功与荷兰人之间的战争。我画漫画的过程都是心情都是不好的，都是觉得痛苦的。虽然我已经画到现在了，但是我其实直到现在画图，还是觉得画图的过程我觉得是不快乐的，尤其我也很容易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唯一的快乐的时候就是画完了，就交稿的时候是快乐，真的很麻烦。有时候觉得说有稿子可以赶的状态，跟没有画稿的状态的我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又觉得需要画图的我的那个人跟现在不用画图的我好像没有办法沟通，好像没有连接。现在其实我们都是异乡人的后代了。